OK， 好，进来。我操，地下自然，这些我们的宅男送他一个大瓶，这些宅男。好了，出来了。这些宅男蹭大屏，谢谢。哎，这是个什么电影啊？阴茎整形？哎呀，我去，尼玛，这太变态了！我们有这种广告啊？对啊。啊，走，谢谢我们的风雪。看电影，这些宅男送的188大宝剑，谢谢宅男，谢谢啊。这个呢，我的外号呢，老毛的，这样吧，老毛的，你来我的公寓。我为了认错呢，我给你做一幅画，给你做一下老毛子的画像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我画画的功底其实很好，因为我学过儿童画、国画，学过围棋、摄影、陶艺，古典吉他、街舞、breaking 都会啊，等等，多才多艺。那今天呢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画风啊，我的画风呢一般那个怎么说呢？我随便画一张画啊，至少值500，至少500块啊，至少。我要认真做一幅画，至少5000，啊！我得有几个神作呢，卖了50万，一幅画卖50万啊！那老王来，我们给你做幅画好吧？啊，我给你做，谢谢大菠萝，谢谢啊！我操，好不好？给你做个画，现场作画啊！我作画只需要1分钟，老毛子整个脸型、轮廓等等啊，我只用1分钟用那个电脑的这个手笔，啊！谢谢我们的，我吹牛逼啊！看好了啊，看好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画家。其实我以前有个梦想当画家来着啊，但是没有想到机缘巧合之下做了主播，哎，真是的，哎，好，卖车，大河的画像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画，等一下啊，我之前画了一幅大河的画像，我给你们看看我的画画还在不在，我的画的还在不在？啊，对，有。这个就是我画的大河的肖像，用时45秒，用时45秒，是不是很像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大河啊，就是我们残疾人大河啊，我是花了45秒来做的这幅画。等会老毛子，我来再帮你做一个啊，这至少值500，至少500块啊，至少。哦，我的画工是非常高的啊，是非常高明的啊，一般人呢都接受不了我这个神之笔的洗礼。老毛子来带你接受洗礼来，我存个钱，一样，存钱，21000，我操，OK，等会我们要不要玩最后一张死斗啊？玩完之后然后再去劫监狱啊？去搞监狱行动啊？要不要？哎，大河啊！大河过来接我来，大河，你看我对你的画像你满不满意啊？我就问你，你给我发个信息，满不满意？啊，一模一样，我一模一样哇！再看这个脸，看这个手，这个残肩啊，看好了，一模一样。我看仔细点，等一下，给你们看仔细了啊，一模一样，真的。看电影啊？你们想看电影啊？啊！哎，我操！等一下。好，那就给你们看一把电影。哇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，我去，我去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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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哎，我操，一模一样，我太屌了，我去，太屌了！那就给你们看一把电影吧，给你们看一把电影，等一下啊，看把电影。OK。哎。噔噔噔噔噔，我们看看后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刚才没有看完，刚才没有看完，现在看看啊！哎，我去！噔噔 ！What are you doing, Master? Master? Comments on your recent videos. These people are a little they're a bunch of horny, lonely perverts.
我操 OK 但是没有中文翻译啊，是魏七八毛啊，啊魏七毛 feminine 啊，我给你们翻译一下，他说他要赚钱，然后呢让这个女的出去那个做女仆，然后为了赚更多的钱要更性感一点啊什么的啊，讲着讲着然后飞出来一个老毛子啊，拿了文，拿了一个蚊香是什么意思？那问他好不好啊？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是能翻译的啊。嗯？呀，什么呀？我操！我怎么发现后面不残暴呢？尼玛，不是说好残暴动画片的吗？我的天！嗯，谢谢楚河巨球圣塔婷，谢谢。他们会怎么做呢？啊，会怎么做呢？哇哇！别我勒个去！看不懂，看不懂，不看了，我尼玛看不懂。尼玛到后面很暴力啊！哎，谁呀、啊？哎，老毛来，给你换个照，换个照片来。老毛的，不要搞我，不要搞我！哎呀，我去，老毛带回家来，老毛带回家，让我们回家来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。老毛的，来走，给你画个那个超，哎，你的车呢？哎呀，我去，哎呀，我去，哎呀，我去，尼玛，双连击，我尼玛，老毛子走，我们回家啊！我的画至少值500啊，这500块钱啊，这个就拿。就拿去当你那个你女朋友给你的开销了，好吧？哎呀我操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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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我们先集合，我们先集合啊，我们先集合，玩点好玩的，玩点好玩的。爷我操，哎等，哎老毛的别黏我呀，老毛的给你作画呢，你去我家带我回家来。哎等会儿我们去炸天桥玩一下吧，啊等会儿就是炸天桥玩一下嘛，所有基友等会集合啊，让所有基友集合啊！我们搞个超大型的车队，我们先玩一下子。等我去玩劫狱啊！等我去玩劫狱，不要慌，我们先玩一下子。谢谢 TF 送大屏，谢谢啊！我们想象一下，30辆最大的车，最大的车辆，就比如说垃圾车啊什么的，大卡车、超级大公交车啊，然后往天桥的位置一堵，天桥放个300辆车，然后开始引爆，哇、哦，毁天灭地！毁天灭地的感觉，哇天桥都会崩塌呀，你妈太牛逼了。 OK 好，石头掉线了，掉线了，掉线了，我们就玩别的吧。灯矿车呀，哎有道理，哎我去有道理，哈哈矿车有道理，哎呦我操，谢谢我们的天蝎，谢谢啊。 OK 我们先进公寓啊，谢谢无所谓送的一个大海饼，谢谢无所谓，谢谢啊。然后我们搞几个人啊，潇洒发了什么啊，谢谢我们的彩色送的那个宝剑，谢谢彩色，来进公寓来，谢谢我们的扯淡，来过来，老毛的给我做个画来，老毛的我们在厕所做画来，厕所做画我有灵感，老毛的来来快点的，谢彩色，谢谢快，哎呀老毛的对这个禁止，老毛的对这个禁止，来给你画一个来。我尼玛，你这个有点高难度啊，你这个脸有点高难度啊。来面对我，来老毛的面对我，来给你做个画，面对我，你背对我干什么？画个背影啊啊！来过来，这个脸啊，我看清楚了，哦，好，这个脸我看清楚了啊，别动，别动。啊，这样的是吧 ？OK 啊，好、啊，先我画一个啊，看好了，我画画只需要1分钟，简单。嗯，老毛子啊，一个帽，我们先画这个帽子，这个帽子呢，这个啊，一个星星对吧？然后一个边角啊，好，再画你的脸，你的眼睛。哦，是你还有睫毛对不对？是不是有睫毛，对吧？哦，搞两根。好，你这个鼻子有点高。
尾巴有点大，你嘴巴有点大啊，还有牙齿是吧？哎，价值500块的啊，价值500块的啊，首饰啊。哎，好，还可以。老毛子喜不喜欢？这就是你了啊，这就是你了啊！这个我的妈，一模一样啊！我勒个去，一模一样啊！我操！我去，太鸡巴帅了！我去，老毛子，你太鸡巴帅了，真的！我勒个操！我勒个操！怎么样？满不满意？亲自为你做的话啊，这中间还有一个圆点的啊！亲自为你做的话，还有耳朵是吧？哎呀，我操！怎么样？可以吧？有逼存一个，存一个。我就说了，我作画高手，真高手。期待一个 ，OK。有逼，来走，我们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！所有基友啊，门口集合，门口集合，存一个。牛逼啊！我勒个去呀、啊！这画画画的，我去、啊！谢谢，我是你爸爸，谢谢。OK， 然后我们出那个公寓门啊。职业选手车